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，用体风水学传法讲座。管政府，那呢新闻局蔡局长、陆秘书，还有刘老师，各位乡亲，阿弥陀佛。啊，风水的真理包罗万象，无论是王侯将相、凡夫造人，拢离不开风水的法则。在咱南投。在九十一的时候，因为南投的福报因缘较无聚足，所以在南投发生真多真多灾难。学校多做些，在当时，咱南投所到的学校有123间。啊，在迄个时阵呢，偏僻县县长，甲咱的。啊！前教育部处长、吴处长吴清基先生，因对风水的好妙法呢，啊，真正重视。所以啊，好教我参详，希望咱伫南投的所有学校呢，会重新规划，依照风水的妙法来规划。啊，同时咱新闻系成立着500组的爱心团，好、啊、安全免费义务来规划配合各学校建设公司布施的单位，甲阮南投做足些足些足些的功德的慈善团体呢，配合于来规划设计。现在拢已经起好啊，起好啊呢，我学校经过入去看。真济拢依照风水学呢，啊，就感觉入面的心真正平和。风水就是目睭、耳仔、鼻、嘴、舌、五官的感觉。所以当时啊，我伫南投啊，举办着咱这里叫做在澳中建学校风水学的规划建设的时，先蒙咱的馆长啊，皮皮很新鲜啊，指派着。当时咱的城乡啊，城乡局耶，咱的蔡碧云哈、啊，蔡局长、蔡局长，现在啊已经来伫咱的云林县政府哈、啊，做咱的新闻局长哈、啊。咱当时啊，咱的蔡局长啊，一个早人，中昼时啊，上山落海，真辛苦。为南投的灾区建设的打拼，可惜咱南投真济真济的这个业障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哈、啊，真济无中生有的攻击等等呢，伤害着咱的馆长加蔡局长啊，所以啊，啊，咱的蔡局长大慈大悲呢，为台湾这个土地。所有的灾民，尤其南投地区的灾民，承担着这个灾劫、这个劫种，啊，所以足济足济的冤屈、冤枉呢，替咱南投人来消纳。一只除了咱感恩着蔡局长为咱南投诶全国官民，哈、啊、来承担着这个劫种，哈、啊、以外，咱一只。特别今日咱的局长啊来到位，咱请伊来甲各位啊开始啊，蔡局长，好吧。新佛寺禅机山弘严禅师，
老师好。所有在座的各位贵宾、婚礼的乡亲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今仔日实在是真唔敢当，老师一直教我鼓励遮多。咱今仔日是婚姻观有福报，好几场的老师拢有来甲咱婚姻观，甲咱多乐市来甲恁。给咱弘扬易经风水学，今仔日在座伫遮所有的会当有机会来听到易经风水学，是咱家己有这样积聚因缘的福德。所以恁看到这本册，回去对咱家咱兜家己的环境来详细甲看卖咧，会当改善，会当促进到咱家庭每一个人互相之间的互动。其实《易经》大多老师讲过，其实一，一就是一，一就是一个心。咱心为咱的心念，为咱的行为，为咱所有心念发出来，为咱这个所有的国家、咱的社会来奉献到咱家己的打拼的工作。我伫遮真感谢，因为民国78年为婚姻观调去南投观，13冬以后。拄到南投县的赈灾，伫遐老师一直教南投县、甲县政府、甲所有社会的学校，积德足多，支持足多。我深深感受到这路行来，老师，伫这个王禅老祖的妙法之下，阮的家庭嘛是得到真多的帮助甲利益。所以伫遮，雄雄安尼老师，何况有这个机会。跟每一个人的结缘，我有点惶恐啊，所以真歹势，靠语无伦次。但是伫遮要来代表所馆长，感谢的老师安尼，这个妙法今仔日个这个有机会，个再度来到斗六市。咱伫93年，咱伫斗六高中嘛有一场老师来伫遐讲法。今仔日虽然有幸诶，咱每一个人伫遮听。但是无形的大地法界一切众生嘛受到利益，受到这波人人甲人、人甲大自然、甲这个地球互相中间和蔼的互动关系，来安尼打拼咱所有的一切。所以伫遮虽然今仔日馆长无亲身来到遮这个现场，但是他拄啊我要过来有甲我交代。因为拄啊一个机要必须要离开，啊，伊拄啊开会到7点，所以无多过来，啊，佫一大堆的公文要处理。所以又甲我交代讲，林刚会阁专程来甲咱山上，来甲老师请法，甲拜托。尤其大多有讲到刀南阿丹这个花卉园区的这个部分，当然土地无法度取得的，以后其他的建设拢无法度推动。咱呐无法度伫刀南，啊无咱来伫刀南，大家共同有一个新的信念。共同继续因缘成就，来为咱岛人来建设一个花卉园区，好不好？可以哦，老师，那我们就在斗六，我们再继续找，因为迄我打拼无够，所以我感觉讲，咱若安尼岛人因缘无成熟，啊，无咱来岛人，因为岛人伫所管顶的政见是要建立一个斗六的柚子城。柚子城的是绿色，绿色就是祥和，就是永续的一个生态环境。所以咱希望讲，透过今仔日的因缘，为咱斗六市地区找一个好的所在，建设一个人间的净土花卉园区。希望讲，咱所有的信念共同在一起，来共同祝福这件代志会当成就。感谢各位，祝福每一个人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吉祥平安。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了，谢谢蔡局长。啊，搁开第二条路花，到六，我来到六还好。安尼话，咱到六有所在无？刘老师，你一百家，你要当时要现出来。安尼啊，
拄只咱听着咱蔡局长伫讲咱苏县长要来建设一个幼稚园区，它是幼稚幼啊幼啊，就是有有就是幼啊，幼是啥？哦，面顶写是下脚大大，大大大大就是福，肚大就是福啊，肚大然后钱不倒翁。哎，这是一经呢，这风水这真理呢，咱会当只要在在风吹未倒，所以各位咱伫世间同款啊呢，咱的心头了定，达水未差不到的风水就是安尼啊，就是、基础。咱一个家庭、一个事业要建设，一定爱符合风水。拄只我到咱原来洪氏同修咧，伊要起一间汽车旅馆，伫咱的德伟啊遐，头前一片湖十外家，伊咧叫伊规划，哇，要向路，我讲你向路后壁湖，就是背水。一站够用，恁工厂达水庙是用去后壁是湖背水一站哦。西园等下吼，南清街也带着工厂后壁一片遐大片的水库背水一站，吼、哦，迄是足忝的哦。故意恁的厝工厂后壁那溪，恁得爱注意啊。你若去后壁是背水一战，哈，愈前进到尾脚酸手软呢，这就风水，足简单的道理，可惜咱疏忽了啊！偌济人这方面呢，食了暗亏；偌济人这方面呢，闷亏。食了以后，家己恶祸挨灾，目睭逆消逆消。哎，咱系安尼哈，因为啥？咱所谓起厝，这些公司。你若看到水，门口挖倒过嘛，大家发，唔好讲惊人发啦。你爱发大家发，你就发啦。会当买到你的厝的人，会发的人，前生一定唔是亲情，就是好朋友；唔是老爸，就是老母，也是囝，也是新妇、查某囝，多生的好姻缘呢。所以各位，咱学习易经风水，哈，你万能行啊！那都像我好先生，伊干啊看冰箱较早，伊安尼学这行了，我食个就维修呀，食个就维修，一行多啊，伊做偌济功德，所以伊是纽西兰遐，人家称呼啊，伊是这个叫做造型，造型啊，造你若对着冰箱哦，干啊扫。啊哈！昨我去一间佛寺，遐、那个厨房，遐、那个煮，怎么煮菜？遐、那个出家啊，怎么法师啊？干那是扫扫两年外，扫安尼艰苦安尼。我讲师，伊无讲啊。我师啊，你早食安尼，啊这边一条冰箱呼呼叫，一开诶，你去反正都对早食来，这一定会真好扫诶。一时啊呢？迄个法师啊，看看扫，哭哭扫，扫到家来的时啊，我咧扫，嘿啊，即我，我伫煮饭的啦，我扫两年外啦，我咩啊，一定好，百分之百好去啊。啊，而且呢，你扫，你若对着加速炉，咩啊，加速炉对着冰箱，嘿，那是我要先漏梯，十个七个八个九个拢咧漏梯。那作声，你刷边去，未老体，惊生个化唔干。哦，这安尼尔，足简单嘞方法。所以各位乡亲、亲戚朋友，哦，你呐有时间啦，你朋友、亲戚，用叫来汤嘛，足简单嘞尔。哎，我这不是拢社会，哦，妙法难闻，因为这大家每个人恁原来执着的，我只是高兴的，所以我拄只呢。啊，甲各位介绍，咱到啦圆成法师，好、啊，咱的梅山元景讲师，啊，伊咧一只，哦、啊，用暗时的时间，好、啊，每礼拜得甲各位传真一发，但是各位会记哩，
咱这是风水行了，已经要足些哦。哎，你读愈济，你才会感觉愈幸福。你知影一切法，你就没有法去白的嘛。哦，我只等足久，等一位咱的同修，哈，咱的弟子，啊，陆超阳、陆秘书，好，伊讲要来读，当然要来读啊，要袂，要袂读哦。啊，伊是咱今日咱会当伫这个所在，就这个所在办这个啊弘法，好，咱陆秘书足支持的，咱请陆秘书来甲各位讲几句话，代替市长讲一句话来甲咱市民问好。老师，各位现场来宾，各位同修，大家晚安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每次看到老师哈到云林来弘法，我都好感动，好感动，而且都非常的激动。而且每一场我都敢去，但是每一场都被老师数落，阿丹发委员区也好，功败垂成了。但是蔡局长说我们要另起炉灶，希望这个因缘哈，斗六地区能有这个福报，啊，有这个因缘，啊，这个还有这个道场，老师说下午有去看那个在竹围主段那个狮子公寓区的旁边哈，有看一块土地，也用看真假的哈。我看咱婚姻观老这福报的话吼，这道场肯定到那个催生出来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努力，加油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陆秘书。咱这里，好，咱这里要做花园的代志，庭园呢，我希望都是照着用风水学的要领，好来配合。啊，将这个妙法啊落实落实，啊，那么至于呢，咱在这个世间要学的物件有足多，咱是托你讲，慈悲灵感托你讲，啊，托你讲你要安怎拜，你要请托你讲要安怎请，你无啊，休假去托你讲拜去，各位爱要请，啊，都这样呢，啊，咱的。开始的请神圣歌合唱团的时，请第一首歌就请神的歌，圣歌，圣神仙佛在天台，大法慈悲降下来，我某某人一心虔拜请，得求速福以消灾。你甲念三遍，一定。托你讲，那去外口都要泡茶，一定紧来装倒来。啊，是啊，你无用，一定紧来装，一定倒来。所以你要卡电话，托你讲，你一定爱卡二十八字，二电话二十八字。圣神仙佛在天台，大法慈悲降下来。啊，重点我无法啦，一心虔拜请。地球速福一小灾二十八字，这拜托你讲，你甲请一定上来。所以要托你讲吼，因为头壳摸咧烧讲啊，这颗粉毛毛啊，啊吼，啊你甲传这个话，互我到处咧无方便，乡内行起来，啊你甲叫，我拢袂用无费。所以各位请神，啊那无你拜佛祖。嘛，二十八字的电话号码，你知无？无上神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五金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你要请神、请佛祖、请菩萨安尼了。你若要请王禅老祖、贵国神师，嘛二十八字，阴阳日月最中心。可惜天理难分明，若有真性归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你念三遍，请老祖一定到领导。安尼在意思无？
那么一这个其他呢，你们请真济先生啊，我有传一波三十六天公心法成就的法器，好、哦，这呢无上各位的，迄无随便上，恁爱来上课才有诶，因为迄法无乱传，爱有缘。有福报因的呢，咱才会传。所以咱今日来到贵宝地，啊，来到咱游啊的故乡，斗六斗六斗六，啊，那尤其呢，啊，咱是斗六的所在，对我来讲，因缘非常的深。啊，在三十五年前，啊，就是咱家都市计划的测量。我本人来这办都市计划测量几啊个月，所以对斗六的感情非常非常的深。对斗六的感情呢，哈、啊，唔是讲一般咱去对佚佗的感情而已尔，哈、啊。所以今日来到斗六贵宝地，过去呢，咱是斗六先蒙咱刘老师，啊，伫遮呢，啊，甲咱各位的同修，哈、啊，伫遮呢，甲咱。接引这么多这么多十方圣知识来读易经，易经的妙法各位不用怕，真好读。易经的妙法写过很好读，大家都原来就会了，只是你把它三个长而已，还是写锁匙跟锁的呢，那木怪打不开，所以上天赐一支锁匙花，我意要是意要锁，我拍一支锁匙话，伊要甲各位心田锁掉了，拍好开，哈、啊，咱就会当找到本来家己。所以咱今日来到贵宝地，来到斗六个所在，哦、啊，咱研究到易经，研究到风水学，这拢是咱每个人生活基本的条件。咱尤其是中华民族的人。咱对家己已经中华民族，咱的文化传统，咱无了解，咱会感觉足可惜的。啊，顶一站，咱一位师兄，年纪有也大，啊，伊六十四外背袂起来，现在读两年，六十四外背袂起来，那要学着八卦。乾地离震顺坎乾坤，乾地离震顺坎，乾地离震顺坎，乾坤。面顶个喙齿漏掉呀，漏风漏风啊！但是伊个心无乱呢。听咱江苏人讲，哦，囡仔、孙仔，那着惊着，你头壳壳子个，心肝壳子个，乾地离震顺坎乾坤，乾地离震顺坎乾坤，直直个念念念，囡仔怎啊着惊怎好怎困呢？虽然伊无喙齿啊，哦，伊在念在在笑哦，你若听你讲，你个笑就死哦。你肯定你这很黑鱼肉拿米粉，黑都是无喙齿，闹风闹风，但是一念头肯定离境顺坎乾坤，结果孙啊，艰苦干呢，字诶，干来个念八字念好去，吼、哦，过几工啊呢，当着我欢喜干，老师啊，我学易经八卦，我已经很神通哦。我希望各位恁嘛拢有神通，恁大家共同来学习。共同来啊！这里将中华文化的道统已经风水好，请到领导用的家庭，祝福各位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咱台南县嘉义镇区镇长建南先生。还有咱前台北商专，啊，现在台北技术商业技术学院，啊，杨吉东杨校长，啊，黄教授，啊，咱各位，啊，咱嘉义镇的所有的乡亲，啊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啊，咱的啊，中华民国。九十四年，啊，十月七七，暗时啊，咱伫咱兜，嘉义就是咱兜啊，哈，嘉义镇一家举办的，
哈，一间风水学面面观，由咱周围六乡镇镇长，好共同来主办，咱这一间风水学面面观的妙法传法大会。好，顶回哈咱的哈马道，好举办着一场这个风水学的弘法大会以后呢，下煞落大雨，做大水，哇！这个水吼，确实是咱现在咱总统的哈、啊、特别记号。啊，总统先生娶新妇落大雨，嫁查某囝落大雨。啊，那么来到这，不是一嫁查某囝，咱来这弘这个法的时，嘛是咧落大雨。啊，造成呢，吼、啊，咱水利界，吼、啊，一个真大考验。拄只，我请教咱啊，区镇长呢，啊，伊读大学，伊要读皇家大学，诶，水利工程系。好、啊，水利呢，就是周利啦。好、啊，咱过去，好、啊、咱，啊，所有官员。在水利方面拢真正敏感，所以啊，哈水利甲周利拢是同款的意思。这番风水呢，啊，你周利啊，饮酒都有利啊。事实上，即咱百姓对政府官员一种真正错误的想法，啊，甲改善。啊，所以咱。啊，区镇长啊，啊，伊讲，哎，师傅啊，我这呢已经两日嘛，无人要搁我做，吼、哦，伊就要过去继续搁精进，啊，读习书，啊，以后才当对咱台湾的这个水利啊，搁较大的建设的奉献，啊，这都是人生的课题，人来世间。是为着心灵啊，甲智慧的增长，咱来到世间都是咧学道、学习哦，各种的学习，拢是咱每个人咱的天命，甲咱的天职，也是咱每个人的本源。所以各位，咱今日伫家里这所在，啊，家里就在我们的家里伫咱兜，好多家来，所以家来。这样的一个兄弟姐妹，各有专长，哦，各有咱的智慧，好来共同建设这个家来。那么咱今日啊，嘉好一年呐，啊，承蒙着咱副镇长，啊，加各个协办单位，和恁的努力，啊，后尾包括学员地主，原来身体足歹的，离离苦苦的，啊，即马。用到一只那牛呢，结果去今日哈受努力去分海报，刷去要刷掉中暑或者掉刷掉，哈、啊、这呢嘛是凸显到咱大家为着弘扬这个道、传这个法，大家努力以无同款的角度、无同款的角色，咱来社会尽到责任甲义务。啊，顶回伫满岛啊，弘法的时，传风水学的妙法，啊了做大水，啊当然有人甲问讲老师啊，这大水是好啊歹？包括啊，拄只咱联合部的小姐咧，吼、啊、SOS 急急二六零问我讲师傅啊，你看嘿，这个顶回满岛落大雨以后，对总统的官威仕途会影响无？我迄是天的代志啊，天的代志。哦，咱天降甘霖，天降甘霖，甘露，这是一种法器。有水就有财，啊，若无水就无财。哦，所以啊，咱这么多年来，咱到处到处咧，拢发觉到那块空旷的所在，都非常。啊，这个不幸的代志。啊，曾经在
六月二七，啊，咱象棋山仙律师，啊，咱这里叫做世界华人养成班第一班，在澳洲的咱遐的地主，要求讲师傅啊，阮吼澳洲已经一百年来唔捌几回这样的空换，唔知要安怎，无好，我大家。啊、用心来祈求，啊、大慈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啊，在时你面向东，日头出出来所在呢，哈、啊，一直念王禅老祖，哈、啊，赞记，阴阳日月最中心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若有真性贵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，咱认真念。啊，咱伫澳洲遐尼一学地主，哈、啊，恁爱放下私心，哈、啊，要心拍开，咱来再起起来，中道是暗时，咱甲回教共款的意思，规个拜天拜地，谢天谢地。那么，咱就用这个心，一天三顿，咱来哈、啊、面向东来供念王禅老祖赞记，都叫做。阴阳日月最中心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若有真性归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啊，你直直念，最起码要有三十六遍。哦，那安尼呢？你应该雨水真紧就会到位。啊，结果我伫二六，那个二六去到澳洲咧，真正落大雨。啊，连续一礼拜，所有的旱灾、旱象呢，啊，全部解除。哦，这嘛是风水的重要。所以咱咧讲风水啦，真侪人拢唔敢讲风水，风水会用笑讲遐无智慧，笑讲水准遐尼低，拢咧讲风水。事实上，风水就是咱的生命。啊，风水就是咱万生万物的生命。都这样呢，那么啊，这里要未开始以前呢，哈、啊，就会来半路呢落大雨。一波呢，咱完成发书呢，啊，卡电话师傅啊，好、啊，玩家呢，好、啊，雷公信啊，上大雨了，我这都两天雨法不上升，化解干枯色战争啊，也愿人心受疼爱。共同祈求世界真和平啊！这是两天合法，今日就是要来咱到家里，来咱到这家里咧，要甲咱护佑咱啊！全国包括咱家来，大家平安加幸福哦、啊！这就是咱这中间咧，咱家里定啊，甲周围乡镇的所有的咱的福气。啊，都这样，每一摆时嘛，个落甘露、落雨，哦，这嘛是证明着讲风甲水是咱人生命的根源。啊，所以像今日啊，咱都十月七日啊，这个联合部啊，为着咱台北车头的改善的问题，啊，大家会讲啊，风水是啥？事实上，风水就是咱的生命根源。哦，风水就是咱万生万物生命的原动力嘛。那么咱上惊讲安尼，哈、哦，贵国先师交代你一定爱讲风水呀、啊。啊、哦，风水事实上伊唔是咱所讲的遐尼迷信。你若了解到风甲水的道理的时啊，好、哦，咱会当减少到真济无需要的烦恼。这就是风水学。那么今日还阁看一位报道，啊，讲咱迄个在水也遐济，吼、啊，安怎呢？就是讲咱总统的故乡，啊，迄、那个龙穴被破坏掉伊。那么我到咱镇，啊，这里叫做镇长室的时啊，好咱啊有中天电视啦，甲 TVBS 好、啊、电视台嘛特别来要来采访，问讲。师傅啊，你看，咱那叫做
好、哦、的，咱家地理是咪有方破坏去哦？我方无破坏。啊，阿边啊，总统因故乡的龙穴有方破坏无？我根本都无破坏。啊，破坏是啥？咱的心，家己破坏家己去啊啦。啊，龙穴就是咱的心和的龙穴，龙就是咱的生命的活力，穴就是咱的心。黑咱的心，迄、那个金丹，或者咱的心。好、啊，地理是啥？地理就天理嘛。大自然的环境，咱莫随便去甲破坏去。那像这几年，真侪嘞，山坡地变是路，变是位，啊，面顶起厝，啊，咱的地质无研究清楚，厝起落去崩去。好佳哉，这几年咱的国土规划，哦，国土规划，这个山坡地一开发。啊，禁止开发，坡度35%，好、哦、都未使你开发啦。这嘛是国家的政策。那么即时呢，来参加的或者山坡的水土保持建设的时啊，即预防等等的切措施的时，咱嘛是山坡的土石流嘛是拢来，这嘛是洪水啊，洪水。所以拄只。咱中天电视甲 TVBS 咧，哈，你记者先生，哈，问我讲事啊，哈，那么安尼咧，你看，迄龙穴，哈，咱家里有偌济，咱有偌济百姓人民，都有偌济龙穴，你嘛一个龙穴，我嘛一个龙穴，龙穴，良心的穴啦，都龙穴啦。哦，咱啊，大家无咧良心做人处事，无尽本分，非非乱来。好利好多的事啊，啊，那么咱的良穴，迄就无效啊，迄就变成臭阿卵啊。哦，所以各位，咱良穴在咱兜，在家里，了，听听，良穴在家里，在咱兜，心灵的家，哦，在咱心灵的家，咱这个良穴不得了呢，因为我研究地理30多年来，哦，这个山，哦，都有一点良穴无。哎，有那个挖落去时，土壳掰开，三笑就三笑，四笑就四笑，挖开内底一粒圆滚滚、红红的土丸，无同款，那像鸡卵仁迄，迄叫做龙穴，迄粒在咱的心。啊，咱个研究迄地理啦，有龙穴的所在呢，一定有倒起手，龙蛇啊，有虎蛇虎的手，后壁就玄武，头前就朱雀。啊，中央高点，高点就咱的心就亮起。啊，为了上中央迄粒咧，红起起，就是亮起。原来亮起就是咱的良心，红的心，不是黑的心。丁丁，你看，咱家做这个，好、哦，咱家的。啊，所以啊，咱这个地理的代志，好、啊，在咱兜，在家里，啊，咱今日在家里。这个所在呢，好，咱要将风水另外一面呢，好，简单甲各位介绍，好，各位一旦了解到风水，就是咱人自己来创造的家庭环境，就是风水。啊，三分风水啦，七分是做的，七分爱进来做。啊，三分风水就是土地上天给咱啦，迄就给咱三分，七分第一。一分呢，爱行功立德做善事；第二爱打拼，吼、哦；第三爱有智慧，吼、哦；第四呢，吼、哦，咱爱广纳着广纳各种的人家咱的建议，或者广纳着大众的知识。啊，比如讲啊，我即摆去厝，我足欢喜，我出去外国。去美国看一个形，澳洲看一个形，泰国看一个形，大陆看一个形，结果你看四个形，起出来厝咧，四种形体集于一身，集于一身咧，唔是万法集于一身咧，啊，是这个各种形体集于一身，起一间厝起来，搞无四不像，三不像，四不像，出出来囡仔咧，啊，个性奇形怪状。咱有发觉到，目前咱台湾，吼、哦，咱真侪哈学校的小朋友，
因的行为行动呢，哈，较少奇奇怪怪呢。哦，迄个厝真有关系，所以咱的起厝四平八稳，四平八稳。那么起个，哎呦，三个人院的，三个人院的厝足很大呢，咁啊，囡仔拢变形。啊，曾经咱有一位信徒的厝呢，伊只手起起来真高，那像手安尼呢，啊啊歪歪的呢，啊歪歪的，结果我看，这口罩吼，这是宜兰啊，这口罩的人吼，迄出出来人一直怪，啊，咱宜兰的信徒地主呢，系啊，这口罩出来了，足像啊，甲地甲厝形，有机形必有机灵，有机灵必有机应，我你叫你起来讲，叫解解掉，无这口罩吼，阿摆。奇奇怪怪的人，社会问题造出来啊！社会不幸，社会损失嘛。去到叫改掉以后咧，才安定的。无咧，老爸看也未惯，囝看老爸嘛未惯呐。哦，老爸行甲囝行差不多。哦，这五笑阿长长阿妈棍呐，阿姑咧笑鼻无尾啊。我接了出来啊。所以不要叫东东妈你牙干骨、冻干骨，接着呢，佛有佛相，人有人相，处有处相，处相会形成人相。所以各位啊，哈，咱要求咱的店长啊，你虽然讲啊，过无老久嘞，啊，这里两年完满啦，啊，人无要和你做啊，啊，这中间嘛要求咱的家的啊，监管的人员呢，爱敢。提醒你呐，看到弄些啥哦，迄奇奇怪怪型诶，会用甲建议。阿莫你功德嘛无量，那无咧，政府培养咱每一个人开遐侪钱，甲咱培养伫咱身躯，结果咧，互咱拍算去啊，确实一个国家诶损失，社会损失，咱家来损失啊。啊，七分做第五咧。好，咱是不是讲符合着风水的法则？咱一间厝该管就该管，该加就该加，该倒平就倒平，该食就该食，该前该后，该吞，该吞到入面，该吐到出去。啊，吞退后起来，所以今日伫咱台湾代替，会为着迄个大门。我想讲，即个大家平安就好啊，无想到。大家吃饱海洋，因为台湾咱世间叫做沙婆世间，哦叫做沙婆的世界，沙婆的世间，你看沙婆世界嘛，沙婆世间呐、啊，哦沙婆，好多话叫做沙婆，啊沙婆的世间，沙婆世界，哇，把这个文做一个文章。这就是风水行吗？就吞吗？哦，咱做人处事的原则，咱啊常常处理会拄到真强势的时，哈、哦，咱就你退避，你要逼我，我就退嘛。咱卖人互相修墙缝嘛，你逼我退嘛。啊，退一步、两步、三步、四步、五步、六步。哦，就是观自在嘛，到底是波就观自在菩萨嘛，你都无烦恼啊。哦，所以基于这个原则呢，哦，代替啊，一楼处理呢，南门处理呢，哦，对面厝遐悬，遐悬呢，别个啊，那么迄就是教化咱大众，爱会晓有智慧。你看了哎，为什么呢？会退后啊？我知啊，你逼我退。爱忍爱让，安尼就天下无事嘛。哦，所以咱世间任何一件代志，拢是伫教育。啊，那拄只我进入到咱啊副店长办公室前，啊，那么底下咧，啊，看了遐侪咱同修，底下真欢真欢喜，然后出来，佫看了甘露，我啊，咱店长。做人确实真本分，大慈大悲，含量天护法。今日要弘扬风水学，万一落甘露，恁有去学着无？
啊，都像咱俩师兄，我们要好耍，我莫要好耍。好不容易，我一世人干了几回来家里，等下处理去好阿娘，得看娘。就是这都是风水嘛，所以吞吐吐出去，吐出去。那是安尼要安尼，要安尼爱去进前去底后，咱来头前看。咱搭水袂使哩，起甲看路挖看边。除了安全以外呢，有一个成语成语，吼、哦，俗语话就对啦。山悬水深，山悬水真深，人面鬼心。你所拄着诶，拢是无缘诶。包括咱自己住伫遐诶时啊，咱心嘛惊惊遐遐，鬼心都是未光明。人是看面前真一颗大六颗，但是什么鬼心呢？鬼心就是黑暗、消极、悲观、未晓精进，迄个都鬼心。那么安尼时呢，咱就退后嘛，是不是？啊，退后，咱就自然自在在，然后呢，咱就为想甲做起来，那么去看到头前较深，风水就是目睭尔嘛，所以风水学啦。那莫像一般，甲讲到哇，山悬水牛大，哦，遐山悬水牛大，摸也摸袂啊，淹也淹袂啊。那么结果来，咱是干呐惊惊吓吓尔吗？所以风水无离开咱的生活。哦，咱来了解到风水的法则，咱来在以后咧，哦，咱生活也非常一自在，做人处事，咱也真正安心。那么这边对对来，咱来读易经，啊，对易经的妙法，会当予咱找到一条咱人生真正快乐、幸福的路径。阿弥陀佛。